这什么字？干寒。统神，我想跟你交流陪爬撞五 BO 三，请说。哎，终于通了，终于通了。啊、哦，打了一个礼拜了。哦，打了一个礼拜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对啊，我从我 rank 撞到以后，我就开始在打了。我之前还被捡到那个精华去耶。怎么被捡到金牌？被捡到精华啦。哦，对啊，就是你还记得吗？就是有一场你玩蛇女。然后那个，然后是不是虐菜？后面你就不用讲了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是对面冰鸟，我杀你两次，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什么机器人一直助你，就是后来就是那场就是被你那个，就我们机器人后来拉你，然后被你神反杀的，被你一次大到五只那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完全没印象啊，这场很久、啊。冰鸟有啦有啦，我记得有一场那个机器人有一直等就过来一直乱两次，对啊、可是。那场的结果还有过程，我已经全部忘掉了。啊，我只知道那场你在暴怒啊，你都在呛队友啊，啊，不要再呛队友，这样会被告啊。干你屁事啊！那你还有别的事？好啊，我没有啊，想跟你交流一下中路啊。对啊，当然没问题啊。不过中路其实没什么好交流的、啊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你酒桶真的很猛啊，但是真我觉得自己玩就是。我自己玩一下、啊，等我一下。OK， 等你。哦，你是去拉屎哦？怎么那么久啊？喂，继续说。啊、我拍到场吗？没有啊，我感觉那个就是，等一下你要跟我交流中路，可是想问你，你自己不是撞五吗？对啊，但是那你还要那还要交流什么？其实中路你也知道啊，来来去去，大部分都是对线技巧啊，对线技巧那个交不来的、啊，怎么可能说卡萨丁打？假设我只举例啦。卡扎丁打蛇女，然后说什么几等要怎么样？没有那么确定的啦。这个中路你也知道，完全是技巧啊。这个对啊，我觉得酒桶这些角色是后期有点无力啊。啊，这个是真的、啊。他就是那个后期那个感觉会在那个 E 跟 W 都不能用啊。不是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酒桶后期比别人少一招就算了，其实是少一招半，因为他那个 E 啊、你也了解啊，有的时候 E 进去出不来的、啊。哦。这个，不过他的 Q 啊，还是他的 Q 啊发的好，还是很神啊。他那个 R 简直就是一个神招啊！他的 R 就是，所以那个肉饭那招是要用来进场用的还是怎样？你说哪一招？就是第三招啊，酒桶的一吗？对啊。基本上我的一绝对是拿来打对面的途径的。哦，打途径用的。就是基本上，因为你去抓后排，除非你有。也不要说百分之百的信心啊，就大概，除非你有极高的信心才抓对面后排，不然基本上还是保你们这边后排比较实在，因为酒桶实在没办法抓。我说假设说对面的输出有招的话，闪现啊、光盾什么的有招，你基本上不可能秒得掉。哦。你去秒他，你只会自己死而已。嗯。对啊，所以基本上我是以保后排为主啊。因为我觉得他。越打到后期就越来越无力啊！那个 Q 的 CD 真有点长、啊这个完全是正常的。你只要装备跟对面一样，或者是装备比当然装备比对面差，那真的没办法打，因为就这个角色问题啊，你也没办法说什么。哦，所以就是屏风的话，就是这越后期、啊、就跟你玩阿卡丽一样，你装备输对面，你根本就不敢进场啊。你装备有的时候赢对面进去都蒸发、啊，那输对面那更不用说啦，进去就直接出来啦，感觉 Q 不准，那个那一段 CD 时间就没有输出了，真的有点鸟啊！这个 Q 各种技巧啦，从阴影丢，从侧面丢，算他的走位丢，还有丢，其实丢中了还是蛮痛啊。基本上 AD 跟 AP 丢到一下就是三分之一啊。好啦，就是想说到时候赚五 BO， 那你到底是玩哪一支啊？你现在中路主要是玩哪一支？中路的话，雷兹吧，感觉就这版就雷兹最强而已啊。
对啊，感觉这版就雷兹，然后 AD 刺客都不太行啊。你他妈不是说你玩中路的，结果你只会玩雷兹啊？雷兹就是每一只都玩啊。哦，每一只都有接触。对啊，还是雷兹比较行啊。没有啊，想说就是就想说，而雷兹其实你遇到手长的也不太好打、啊。想说如果那个，我一开始以为雷兹蛮 OP 的，不过像我现在用球女跟用蛇女打过，其实都还至少五五啊。球女不要拿出来笑，你那个20%还30%的胜率，笑死人了！笑死人！真的，你那个球女真是笑死人！我各种玩球，你说笑死人，那队友问题你扯到我头上啊！这个啊，这是他们故意要戳你啊！那也没办法，有些人故意要戳我们，我们也只能接受啊。好啦，就是想说，就是说，想说，就是如果 B O 3爬不过，就要靠你双排啊。这个当然没问题啊。这个你玩在对，你在对面玩凯尔 carry 我啊，反正你的凯尔大绝跟金能都不会放，你在对面 carry 我。